吃个海捕的大醉虾。哎呀，今天啊，告诉大家如何区分海捕的对虾和淡水养殖的对虾。哎呀，看一下，海水里的虾呀，肉质啊特别的紧致，你这样弄啊，它根本就碎不了。哎呀，而且它的肉啊是成蒜瓣肉，看到没有？是成蒜瓣肉，肉啊特别的紧致，特别的 Q 弹。嗯，我们海边啊，连壳吃的虾补钙。嗯，如果你也喜欢吃虾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来上一单，回家尝尝。